最终还是要跟这个北京那边打交道。我们是透过智库去跟他们学者来进行，先做个别的研究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进行这个 joint research。joint research 做了差不多之后，才展开比较高层的谈判，来谈这两个这个一个组织，一个国际组织 ICAO 或者一个建制国际建制这个 UNFCCC，那么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可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另外，同时我们也在跟这个一个组织一个建制的这个秘书处或者是那个执委会，这他们去打交道。那么打交道呢，看看就是说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程序，这个工作大概已经开始做了，但是假如要真正要进入一个实际层面，他们也是要。等北京的回音，他北京说 OK 了，他们才可能着手作业。那么这个作业程序呢，不会太难，因为我们过去也曾经是 ICO 的 member。那么世界气象组织也是一个国，等于是在这个全球化之下呢，这个全球治理叫做global 的 governance 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共也天天在喊这个全球治理，那台湾不能够置外于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所以一定要加入。假如不加入了，你甚至没有表达意愿要加入，那会受到其他国家的非议。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早就该这个去年就该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气候变迁已经谈了好几年，不是这两，这今年才开始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谈已经晚了。但是永远你不做了更糟糕。因为假如你不做的话，那台湾假如是排碳量呢，或者是在气候变迁问题，不但没有帮上忙，还得成为一个这个造成问题的一个麻烦制造者的话，那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批评。所以这方面我们早就该做了。那么现在做不算太晚，但是还是虽然有点晚，但还是可以继续做，就让各国呢了解我们参与这个目的呢，不只是要参与在国际上这个搅弄一塘浑水，而是要让我们这个真正要投入这个气候变迁的改善之道。那么如何尽我们的心意，所以在做的时候呢，部长也要跟其他的单位共同研究出台湾到底能够做什么，中华民国能够拿出什么办法来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能够，即使没有参与公约之前，我们是不是能够做某些努力，那在宣对在国际上呢宣示我们能够做的，以及我们目标是什么，就跟日本首相在这个变迁大会气候变迁大会上面所宣示的一样，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我假如不做这种宣示的话，那人家会认为你不够尽责，没有资格成为国际上负责任的一员，不要说是什么利害关系国，你连一个做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负责任的一员都做不到，你参加国际组织目的何在？所以说我们决定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参加国际组织是为了搞政治，为了这个政治化，而是要真正显现出我们参加的热忱。ICO 是我们有需要的，我们当然可以，也不这一切，正如美国的这个 AIT 的理事主席伯瑞光所说的，他说现在大概想不出什么国际组织不需要中共点头的，这个大概也是个事实。对，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国际现实，我们要面对。所以说部长呢，当然也就跟美国的国务卿曾经用特使的身份去跟很多地方接触，但我们的部长可能情况不一样。但是呢，你可以透过智库啊，或者透过这个总统授权的私人代表去转达我们的这种愿望。